啊，是那边吧？人家是多吗？好，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时候，我们一起来倒数，三、二、一，恭喜 open！ 哇，可以进去嘞！今天要跟大家一起逛 Snow Peak 在士林全新开幕的全台最大旗舰店，在近200平的实体空间里，钱包可能会守不住哦，前方预警。这是韩国线的吗？是来，因为日本现在颜色很少。哦，对，不会那么 colorful。对。那是韩国线的吗？设计的话，我觉得韩国线的还是比较好。其实我觉得还好，这个蛮可爱的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基本上在日本官网就一下就买。哦，所以大家可以来把握一下，不用等到什么奥莱，没有这个那边一致好哦，弹性保暖超赞，弹性保暖吸必须要拥有一件，不管是背心还是什么都好，超棒。那边拥有的是衬衫型的，那你的是什么森林色之类的？是去年吧，去年的，对，是一个这个要深的蓝色，今年这绿色蛮可爱的，对。逛街的快乐，这个是妹边的，妹边的是什么号？我的是 S 号。S 号，对。S 号我觉得刚好，今年的毛毛。哦，今年的熊皮，他没有再出白色保暖刷毛系列。对，这真的很舒服。对，我去年买了一件，那个是日本都短裤的。哦，而且他今年没有出帽子。对，他今年没有出帽子款。每个人都应该要拥有一件卡其背心，大家告诉大家。那边今天的也是来转转过来展示一下，然后这边还有牛仔材质。还有丹宁系列，建议丹宁系列的是那种可以接受负重很重的，不然你丹宁系列加了东西会很重，蛮有厚重。这是什么？哦，这个啊，名片盒哦，商务系列是吗？これめっちゃ可愛い。这个刀看起来美败。这个我们之前录影有带去过吗？我们是带三，对不对？它是新出的哦，新出的，它是六长得跟671的结构很像，但是缩小。哦，它就缩小，它大概只能睡在2到3个人。所以它就是足够用，不会像671这么大。那你看到它的前后还是很大。我进上次在671里面，我没有觉得很大，觉得很舒适。你看他们现在有卖这种套装组。那那边我套装组，你这样看下来买哪一个比较划算呢？就是我会觉得，如果是没有帐篷，然后又有预算的人的话，这个就还是671嘛。671，而且他加090的桌子，090的桌子超棒的，无敌想要。到11月5号，其实他每个都算蛮划算的啊，因为他这些就是变成是有帐篷加锤子，对啊，然后都是有比较便宜啊。但是没有帐篷的人很适合买这个，然后这个空家族，这个 IGT 我们在碉堡露营区也有拿来用。对啊，好，那边都10周年的，对啊，蛮酷的。这个是那个修小包飞行包，对，然后它的肩带，背带是旋臂。
哦，那个是悠游卡，是不是刚刚？对，这个小的就是悠游卡，无花果的那个悠游。那边的梦中情谱吗？嗯，对，有。然后现在这是限定产品，我觉得算是十什么？是就台湾纪念商品的限定版，因为日本官网其实也有卖，但是配色都不一样。哦哦，台湾的官网的配色是黑色的皮套，黑色的手把。就是这些都是黑色，但台湾就是做的比较活泼一点。然后是台湾是卖6600，6600。啊，有兴趣的来买一下啊。看，可以告诉我们一下，实际拿起来很重吗？我可以拿看吗？但是有一点重量。你要拿着它去砍的话，就确实蛮重的。但是因为斧头板就一定是有一点重量。S 号原来这么小，看官网的照片不知道这么小。其实 L 号你就不会觉得它很大。这是 L 号的，看起来不会很大。对，哇，这个是 M 号。S 号就是有些那种个人塔 T B。艺人。这个是手工，三条手工制的。原来是这样。大概一点。这个是烤鸡的。好的，今天我们分享的那些十周年的感谢季套组或是商品，如果官网或是直营店已经卖完的话，大家可以试着尝试看看经销商哦，经销商也许会有货。这是一个小撇步。是啊，就是它是四个半圆，把它组成一个圆，四个半圆形的变成一个圆形。它下面是怎样啊？就桌脚，但那个桌脚要另外买的。Yes。哦，但是就可以组成这样子的。Yes。蛮有创意的。大家互相依靠。真的。仅此纪念新的 HQ Lounge。好可爱，他把那个摊子放在帐篷里面。而且他们的那个桌子什么都用 IGT。都是 IGT 的。哦，卡哇伊。它这个帐篷是刚刚在里面看到那个新的，这个是660。这是660，就是后面它的屁股是圆哦，然后它内帐是要另外买哦。但你会推荐大家买660吗？还是跟671比起来的话，如果没有睡觉用的帐篷的话，670。买670哦，因为660是客厅帐哦，660的内帐其实睡起来有一点压迫感，因为它是斜的哦。对，它门口这个桥感觉风水就莫名的很好。大家快来逛哦，新开幕。听说旗舰店也将要推出野游办公室 Camping Office 规划设计的新服务，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去年在 Snow Peak 星系总部的博物馆里看到的野游办公室吧。因为拍摄当天是周日，平日 Snow Peak 的员工真的会在这里开会和办公的哦。接下来要带大家来逛 Snow Peak 的首家社区型商店，2022年四月开幕，也是 Snow Peak 家具支线茨格嘎的旗舰店。我们现在在二子玉川的 Snow Peak 居家 lifestyle 店，然后他把所有的露营道具都摆成这样子，超给摆的，看这样，看了就忍不住想要买。像这种就是。在 outdoor 的时候让你放那种杂物的，然后他就把它摆成这样，就是意图使你在家里也想要用 outdoor 的东西。看这种灯，这种水瓶啊，这个应该也是，这个也是野营椅，但他把它弄成这样。接下来跟你们分享我们偶遇到的 Snow Peak 住香咖啡店。阿德潘啊，多多，他们有那个柱香哇！你看，他们买了个柱香，那边哦，真的，好可爱，嘿
偶遇 Snow Peak。 这一家就是 Snow Peak 的咖啡店，在住香里面是 全日本只有这一家、哦、对， Snow Peak 本 Peak 也没再开了、哦、Snow Peak 住香咖啡里面主要贩售咖啡和用自家烤盘做的热压三明治，主要设备呢是用 IGT 组合而成的，对住香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我们的住香体验影片。我到这里买了咖啡之后就可以进到店里面的这边，然后这一个 area 整个都是可以坐的，帐篷里面应该也可以坐，我们进去帐篷里面看看吧。好、哦、看起来是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哇，产品展示怎么那么美啊。如果你不喜欢坐在外面开放空间的话，也可以进到帐篷里面。来，模特儿，嗨，模特儿。OK, good. 、哦、而且它这里有摆这个，这个是台湾没有卖的，这个白色的板凳。对，这个台湾没有卖。嗯，这个颜色台湾没有卖，台湾只有这个黑色，然后红色。哦 ，Snow Peak 的柜蛮多的，那边都是很大。新的帐篷，然后还有看到黑色的箱子在这边，黑色铁箱。嘛嘛，质感还不错啦。没别人说这个台湾都没有卖，应该是电压的关系，没有出啦，台湾就没有进。